现在这也特别的浓。哎呀，慢慢，你这个职衔也太长了吧？这作为咱们销售部的员工留这么长的职衔可不行啊。那我……但你不是普通员工啊？是客绕孤难，那可……呀！不是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无聊，你干嘛呢你？我这不是找您呢，不是想跟您商量一下，这二三三三虽然改差评了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产品现在都被投诉，所以销售部是不是应该在选品和把控上有一套更严谨的机制啊？吴勇，你是在质疑我肖俊秀的前期风控能力是吗？啊哈，你在整个电商圈里边打听打听。 我肖俊秀看中的产品，哪一件不是稳居热卖榜第一名？有呢？但事实确实是，我们每天都在帮您擦屁股，云诺。擦屁股怎么了？谁没擦过屁股呀？吴勇，我还告诉你，你说对了，你干的工作就是这个性质，你就是给人家擦屁股的，怎么了？我跟着法警工作了十几年了，我不是天天帮你？你没带录音笔吧？不确定。 慢慢，一会儿我找人来给你对接一下工位的事情啊。肖总，慢走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新来的吧？陆曼，刚来。我就是想提醒你，当心。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？有吗？啊，你是不是那天骂何夏来着？哎，我八卦一下，你是不是他前女友啊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叫无忧，交个朋友。 职场禁忌第一条，不要太轻易相信陌生人。你怎么就能确定我跟那肖俊秀不是一伙的？刚才故意演戏把你骗来这里羞辱你的呢？自求多福。他可能是在跟我撒娇吗？